哎，就他这个气质最好，不是整个吃的。爸，你去干嘛？哎，你弄调子放我凳子好吧？因为弄到骨头，我正好。哦，我很小。哈哈，爪子，狗爪子。哪里有洗手的？冰裤子也脏。哦，他刚才摸你了。这里是手。要吃甜的，不要吃这个。来，对吧？它咬人不疼。它就不咬人。嗯，牙齿觉得也很舒服的。咦，又来一只。要瞧要瞧。哎，你的尾巴。阿姨，那我回去打打手再摸我吧。你不能是给狗的。哎，一个毛像糖果一样。好闻的，你的，你看看你的这个呀。娘要吃这个吗？你抠我的瓦配。吃的好可爱呀。